来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才宣布要闭关，结果呢神隐一天之后又在脸书上发文了，透露出国家面临的困境以及党内弥漫着失败主义。这个举动呢也让外界联想是在跟党内讨资源。倒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他认为是各界的解读不同，而立法院长王金平呢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，先是沉默了5秒，才说出无法评论这4个字。洪秀柱才无预警抛下要闭关的讯息，才过一天随即又发文透露党内弥漫失败主义氛围，对国内困境又感到温水煮青蛙，除了祈求菩萨外，字里行间更看出党内不挺讨拍的味道浓厚。不可能吧，我想这个各种传言都会有，我还听到什么10大分析、12大分析、15大分析，其实就是一个闭关思考。那好像弥漫失败主义，这个我没有办法去评论这个事。洪秀柱的发文让党内大佬语塞，就保有话语权的闭关也让朝野立委持不同意见。能够让马朱、吴王、秀秀、讨拍这样的一个情形是一种 一步险棋，可是如果马朱吴王都不理他的话，我觉得他还会吃闭门羹。我想这些都不是啦，哎呀，都是预测，如果乱讲，蹲下来可能一跳跳上去会跳更远更高，所以说我们还是尊重。从一开始喊闭关，掀起一阵退选传闻，结果只是虚惊一场。倒是现在善用脸书发言，与其说是闭关，倒不如说是利用网络将不能说的秘密一吐为快。欢迎收看中央新闻王威新北采访报道。